睇片之前记得订阅如一 YouTube， 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至可以走得更远。Hello， 三位晚啊！不如咁啦，我哋我哋优先场嘅首批观众嚟嘅，你哋全香港第一批观众睇到呢部戏嘅，先有请导演同埋两位演员同大家讲几句说话先啦，好嘛？导演先啦。首先好多谢大家嚟欣赏《明日战记》啦，咁有你哋嘅支持，我哋会做得更加乐趣、更加开心嘅。咁同埋我哋今日大家希望嚟到同大家玩几个游戏嘅，系嘛？你导演你连咗几个啊？你整到嚟，揸正机咁样啊？整到嚟，导演咧？那個遊戲其實你而家 download 都係喺手機玩嘅其中一部，嗰個係《明日戰記》勇士集結係咪？係啊，我有手遊添啊！大家好，我係吳小軒。咁其實我都想講下嘅，關於呢部戲，即係大家可能咧眨下眼就見過㗎啦，啱啱喺個戲入邊。咁但係咧呢部戲係我係我都覺得係，但係呢部戲係我入公司第一部係公司一齊製作嘅戲。咁然後咧，好犀利嘅科幻片啦，跟住我去咗一個我離鄉別井啦，拍咗個幾禮拜啦，每一日化特技妝落特技妝係講緊三四個鐘頭嘅事啦，然後日日淋雨啦，成班淋演一齊喺度淋雨啦，哇拍得好犀利，然後我好早就知道我得翻一秒嘅鏡頭，都正物嘅，正，但係我就係想講，冇你犧牲咧，就呢、這個故事就唔會。但是我就是想說其實除了大家在熒幕上見到的之外製作團隊還付出了很多大家看不到的心力其實很多電影都是的但是這一部我親身參與 我真的覺得他們很厲害都很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這一份熱情和努力去支持這部電影多謝大家基本上我哋都落緊劇本嘅，幾時開就睇大家有幾支持啊，係咪？要忙要爆嘅就早啲開啦，咁樣。好，仲有冇其他朋友想發問嘅？咁問你先。係想問咧喺拍呢一套戲嘅時候咧，最難嘅情況係點樣嘅？最難的情況最難的情況我想是我們拍公路那場戲即是那場戲那個雲台那個雲台要搬一架四五噸重的裝甲車上去那個動作的操作呢其實都挺複雜還有要跟個現場演員告訴他們配合怎樣去一演現場發生了什麼事啦咁同埋又要就住個陽光一路轉因為我哋其實所有嘅空嘅 key， 即係嗰啲綠幕啦，我哋其實 outdoor 拍嘅，即係好少喺個廠拍，因為我哋想保持翻即係陽光嗰個效果，咁件事可以真實啲咯。咁但係同埋即係演員個個都要孭住三十幾磅嘅裝甲咧，咁嗰啲裝甲其實根本就係攞嚟睇嘅，唔係攞嚟著嘅本身。咁著咗上身咧，個個咧其實喺嗰個四十度嘅温度下咧，就個個嘅腳已經濕曬㗎。不過就要因為要換衫又好長時間，咁所以咧，阿青雲啊、古仔啊、阿黑哥佢哋大家每日都係著住唔除，直接個太陽落山。佢話最涼嘅時候先可以過公園嚟。咁咧過試過幾次啊，黑哥有少少中暑。可以搞個明日戰記瘦身嘅公司。瘦身嘅話，預你。咁我想問一下我嘅戲裏面。在咁多個場口，有冇邊個場口係實景拍攝，或者係全程都錄落嚟？都要問你喎，呢個真係要諗喎。實景其實都有嘅，我哋拍呢個喺嗰個停車場個底部嘅時候係實景嚟嘅，佢跳去嗰啲柱都係實景嚟嘅，不過只不過係搭出嚟嘅實景咯，即係唔係話完全綠色咁。但個景其實，如果大家如果細心睇咧，無論嗰啲設計啊、嗰啲路牌啊，都好似我哋平時香港見到嘅環境嚟噶嘛。係咪有心想去將我哋平時而家見到熟悉嘅環境擺落到科幻片裏面咧？這個絕對需要咧，因為我同阿古生大家開頭諗嘅時候，個結構都係一個香港嚟嘅。
即係你如果你有留意，應該係譬如我哋投電影嘅時候，嗰、那個大廈應該就係喺呢個嗰叫海旋門，即係好高嗰度啦。咁喺嗰度，咁喺嗰度擺嘅個設計嗰度嚟嘅。咁但係我哋就將香港調亂咗咯，將所有嗰啲唔同嘅區又揾撈一次再攤翻開咁樣，因為好難揾一個即係個感覺又有個未來嘅效果嘛。咁我哋又想有香港嘅背景喺度，咁所以就用呢個諗法咯。係，好啦，仲有冇觀眾朋友想？有冇長版五 D 嘅？加長版，十個小時，剪翻中文版，即係剪翻原先個 cut 係幾多咧？你剪完之後，原先其實原先係119分鐘嘅，119分鐘。咁係有我哋聚居地阿軒仔嗰段啦，其實嗰段係主要交代嗰個世界嗰個環境嘅污染啦。咁啲人其實大家係要個所有食水啊，同埋即係。糧食都要靠分配咯，因為個管治係用一個分區管理咁但係嗰段我哋剪就做。點解咧？係咯，點解咧？值得問邊個？有邊個想知啊？有邊個想知嘅？點解剪走咗咧？要因為我哋希望嗰、那個即係個節奏啊。係。因為始終個動作片，因為嗰段其實好長嘅，因為如果嗰段咧，可能要30分鐘後你先開始入嘅。哦。即係希望觀眾睇科幻片嘅時候，唔需要等30分鐘嘅解說，就一嚟就俾觀眾刺激大家啦。係。OK， 好，仲有冇觀眾朋友想發問嘅？咁不如我又想問多少少啊？其實喺今次咧成個嘅製作當中，我見到其實喺之前嘅訪問，無論導演又好啦，古生又好啦，都有提到，我哋其實唔係想拍一部偽荷里活片嘅。係即係想真係加入翻啲我哋嘅港產片好強嘅元素，即係例如啊，我自己睇嘅時候，我覺得好唔同嘅地方咧，就係西片好多時候係好英雄主義、個人英雄主義嘅。但係今次成部戲，我哋見到係一 team 人嘅，贏一齊贏，輸一齊輸，等埋大家嗰只嚟嘅。呢一啲嘅設計係咪都幾有心想做到自己一格嘅科幻片咧？基本上我哋個諗法係覺得係一班人。一起去完成的任務，即是缺一不可。如果 要完成的任務，大家如果為對方犧牲都不會再覺得適合的。所以入面你會覺得，其實雖然我們青雲、古啊和阿阿哥，其實你在感覺上，其實他們不太分到那個，即是特別說是譬如是有一個是一個特別覺得突出一點 的角色，即是大家都是平分去做這件事。所以最後是青雲一個行落去完成嗰個任務。係，咁不如又問下演員啦。其實你今次頭先導演講咗啦，其實真係實景嘅戲份少之又少噶嘛。咁即係其實你全部要去交戲啦，交你嘅表情、講對白，全部嗰下都靠幻想出嚟。你哋自己演出嘅時候嗰、那個感受係點？同觀眾有 share 下？哦，好新鮮嘅，即係，但係我我不知道劇不劇透你好，因為可能會再剪我的版本出來的是真的人生第一次是沒有天的綠色的我們講好耐了，接下來先人你和我們第一批在這邊上來觀眾打的好來先人其實我第一次來的考過來真是死穿回沒規矩嘛好好好好好打成招呼了我真的給兩個機會大家剛才叫大家問問題的嘛有沒有什麼問題是很想的時候問一下古生的問到啊！頭先問咗嘅，我哋陣間再有機會先。有邊啲未問過嘅朋友，我哋送埋禮物出去，好唔好？好，我哋見到中間呢位男士。阿古 Sir， 你拍套戲咧真係好好啊！我都係第一次嚟呢個 K 十一睇就已經。我頭先爭啲唔識上嚟。係咯，咁你同古 Sir 好似喎。係咁問題係，點樣上嚟啊？係啊，你最緊要拍到。我話你最緊要拍續集。哦，會唔會拍續集啊，富生？係，會唔會拍續集？
就靠大家推高個票房，咁就可以加快到我哋嘅續集嘅可能性啦、啊、好，我哋揾多位朋友。誒、欸，我哋見樓上位藍色衫嘅先生，係、哎、大聲問出嚟啦。一比六嘅係有嘅，跟住要 pre-order 咧完先啦。一比一咧，一比一唔叫手打啫嘛。我再我睇下睇下一比六嘅銷售量點咧，就可能會出多啲唔同 size 嘅，可能一比三啊。我哋知唔知做嗰啲模型好難做，最難係個頭，因為嗰啲雕嘅頭咧。係真係㗎，嗰、那個師傅係新加坡嚟㗎，我等好耐㗎，要搞好耐先啦。好，我期待一下嚇。嗱、啊，我哋禮物得兩份，但係我覺得，既然古生專登嚟到，或者大家睇完之後，我知你部戲大家等咗好多年，有啲咩感受睇完，我想親自同古老闆講嘅，大家都可以舉手去 share 下，好唔好啊？有邊朋友？誒、欸，上面有位白色衫嘅女士，係、欸、係你。總之你唔好嚟啦。好好，你邊位白色衫嘅女士？好緊要，好緊要！我睇過 Marvel 啊！仲有冇上到星球？我哋星光出嚟啦！咁啊，係我加入一啲星球大戰嘅元素喺裏邊。有冇呢個講好似有少少。星球大戰係另外一部嚟嘅。有冇私心喺裏邊？有冇私心喺裏邊？即係有冇擺到啲？冇，唔係，我其實好中意外星人嗰啲嘢。咁啊，月球有個原因喺度嘅，跟住就留待睇有冇足球啦。一定要有。咁、嗯、我問一下古生，其實今次除咗《明日戰記》之外，會唔會再拍科幻片嘅題材係已經係構思當中咧？可以係？其實構思咗嘅。啊！都係要，即係呢下一次嗰部戲比呢次係仲要複雜十倍，好難拍。我仲可能即係走去同阿導演。同埋一齊過去學嗰個技術先啦。咁原來都係佢負責嘅嘢。係，繼續提升我哋香港電影嘅層次同視野。好，最好朋友。好，加油啊！好，誒，最醒嘅位男士。我想問最難搞係咪啲龍蝦？係啊。最難搞唔係泥蝦，最難搞真係我睇嗰個天橋嘅大戰嗰場，真係花咗好多時間做。大要蝦唔係大要蝦，大要蝦都 OK 嘅，不過都因為要做得好細緻，就要嘥好多時間。好啦，喺度再一次咧，多謝曬今日咁多位觀眾，希望大家俾最熱掌聲，俾呢、這個我哋導演同埋我哋演員做得非常之辛苦，為咗今次呢部電影，我哋歡迎啦呢個導演張大老師，好唔好啊？好啦，咁不如咧，我哋工作人員可以安排古生啦、導演啦、豬仔啦、陳偉軒啦，喺一個最靚嘅位置。我哋影翻張大合照啊！我俾我講句説話先啦，好嘛？好。多謝今日大家支持《明日戰記》啦，咁啊真係希望可以冇令大家失望之餘，介紹啲朋友睇啦。咁你睇完嗰部戲啦，咁我可以引用個戲裏面幾個對白，佢講出我而家心聲咧，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幫到我啦。個天可以寬，個地可以寬，但係我哋唔可以，一定要行落去，因為佢叫做危險，係我哋自己決定嘅。Thank you.